请我们悉尼分堂的 Paul 玛丽他们两个夫妻俩来给我们献首诗歌。好，我们来请到台前来。弟兄姊妹们，主日平安。非常感谢主能让我有这么一个机会，让我和莉迪亚在这里呢，能把我们的感激之情奉献给他。那接下来就由我和莉迪亚姊妹一同献上一首《你真伟大》，献给我们慈爱的父神。那会唱的弟兄姊妹可以和我们一同演唱，感谢神。我神，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，看见星宿，又听到隆隆雷声，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，我定歌唱赞美救主我神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！我定歌唱赞美救主我神，你真伟大。神竟愿差他儿子将世舍命，我几乎不领会。主在世家甘愿被我的重担，流血舍身为赦免我的罪，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！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，你真伟大。主啊，您差您的儿子降世舍己，担负我们的重担，为赦免我们的罪，您的儿子流血舍身。今天在圣灵的引领下，弟兄姊妹们，让我们一同开口，大声赞美神的慈爱与伟大。我们一起来好吗？当主再来，欢呼声响彻天空，何等喜乐，主接我回天家，我要跪下，谦恭地崇拜金凤，并要颂扬，神啊你真伟大。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。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，你真伟大，谢谢主，谢谢大家。